奸贼，不仅速行。谁在高升一二三木头人？高升全给了，这东西贵太宝贵。听好没啦？到底是高升全给了，太阳贵。我青春的肉体已经洗清气，是倒咧泰哥啊。第二，这是我的房间诶，我要烫肉体也是拢无钱，是我的代志。啊，你无我的温存，走入我的房间，安尼敢对？真正是天地颠倒变啊！你无我的同意，就家己大做大一半。小秋小姐，租金你嘛提啊，押金你嘛收啊。啊，对，海彪，海彪来抢，来，我全都，咱来抢，抢他掉啊！我会该安怎？我对你嘛有兴趣啦。你这，我房间来抢讲啊！你千万别搞了。我到底是来乱什么？是老丁有出卡，哇！我拢唔知啊，这件都做出去啊。你唔知啊，小东甲小秋话厉害啊咧。哦，啊你叫袂？叫啊啦！啊想嘛知，一定拍摄落来啊。我一只头一工就甲咱做伙食饭，足奇怪嘛。你开门。哎，小春，啊，汉民嘞？哦，一定无伊。啊，汉民无来就无意思啊，无人甲干杯，啊，恁一阵早那是要啷个啉烧酒啦？来，妈陪你啉，来。嗯。哦。妈，啊，今日你上辛苦啦，五十块钱先甲生来。老总来。好准备来领导吃饭，我无准备啥物件，所以我得去超商买两箱米露来。酒鬼，垃圾鬼，泰国鬼。是你家己在那旁边看到我无穿衫，啊，不是我调了看到都没有你看啊，而且搁再讲我冇胃呢。嘿啦，你讲拢对啦，泰国鬼，关门。妈，老店的醋卡了。来，欢迎欢迎，来坐坐坐啊！哎，阿妈来了。哎，阿、奶是你啦，小秋啊，你真正我又无尊重呢，叫你甲厝细伙人，阿你做恁男朋友，你钱要阿收袂着。爸，这不是我的男朋友了。伊是阿卡带厝边张正凯啦。哦，我想起来啊，阿你伫细汉时阵对着阮小秋后边，踅来踅去，规工家念条条，迄个查甫囡仔。哎呦，我已经吃到几回，连个对阮家来哦。过去的代志，莫阁讲啊，是要念啥啊？所以你不是男女朋友啦，哈？伊跟我女朋友啊，是要讲几遍？哇，啊，现在怎么劈腿哦？啊，无啦。哎呦，劈腿哦，阿你无乖哦，无及格。是啊，阿妈。阿妈，啥物无及格？啊，无及格跟咱有啥物关系？生着就讲不是伊的女朋友啊。讲啊。好啊啦，你莫甲我惊着啊，歹势，要先坐啦，要坐了咱家呢。对对对，阮全家伙啊，拢做来讲生笑诶，坐啦。快坐。啊，你人来就好，奈着个挂壁炉。啊，那头一摆来恁家，这算是跑笑。阿姨多谢。好啦，你先等一下。好，我先等。阿姐，下日我再陪你饮一杯啊。啊，等你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叶小秋，嘿，起来啊！你房间门都关了，叫啥？起，不要，是不是不要？哎呀，进来。我，你想爸妈怎样？你开我房间，我只要跳胆就要塞你钱啊！拜托，我无
家，我都醉到安尼，只好你拍牌。早上已经转学咯。细汉的时阵欺负我，现在还给我睡，我不知道欠你多少。知道你不是心机女，你只是无偷心。在龙在搞，肯定是什么意思？
哎，老弟啊，是向我粉红色的蓝点点来杀蛋的拖卡，进来师傅招人啊，进来，阿伯听着，真变态，给我换个这大小妞。错的呀，我听着吗？少年的，啊七早八早，你怎么喊大声声是咧创啥？阿翠呀，哎，少年的捡的内衫是毋是你的？什么内衫？我唔知影。啊，阿翠呀，你咪是咧叫新娘袂讲话，你进去啦，国车袂换，再见哦，再见。哎，你这笨蛋，我刚才多碎心，你吹气听。哎，三十二 B 来杀你了。没有理由，你敢管？哎呀，黑人姐，黑人姐，各位记我细汉的时阵看电视，人是拢抛绣球招亲，你是等的三日就红晒，哦，你是无赞的赞。张正凯，自从我伫你的身躯边，甲你管教，你都有人咧为非三者，都算讲你这个大笨蛋出事又该安怎？你的行为跟这老母是同款的啦。我要跟我妈讲，讲你刚在公园跟我收保护费，还佫还佫偷摕我的内衫，我要叫伊把你赶出去。哎，我就算伊刚收保护费，我嘛无可能把鞋较歹偷摕你的内衫。而且我迄不是叫收保护费，迄是因我人的好，所以不管是人拢会送一来花。安怎？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三十二 B 小姐，那他干咩看三两两你了？哼！